剑识领域，看剑，看剑。 剑识领命，剑识领命。 剑识领域，好，这边先打。 这边是抉择点哈，就是霍庸要先打他一下，因为我们现在成就是先完成四回合哈，理论上四回合应该可以搭双死神鹰这两个，或者是冰冠神术搭至高祭司哈。剑识领命，那我们要先用霍庸的好了，冰帝先打。 剑士，哦，这里霍庸，好，这样就是霍庸击杀所有敌人，然后加四回合完成，一回一次的两成就了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理论上应该是冰冠神术跟至高祭司，或是双死神威跟冰冠神术。 好，这次要做的是霍庸、冰帝都存活。剑识领命。好，一样走这样。看剑。 剑识领命。
见识。好，加装完成，要花两次才能完成三个成就，就这样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好，就之后再录成影片给大家参考一下，以后就是台版上市后就可以参考了。如果没有动的话，好，这样都完成了哈。好，三个成就完成。